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at anything. So I'ma just keep buying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 hav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t squeezes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and have better days. I could walk, see, hear,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maybe elevate. 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Yeah,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Cause all I want, and I pray, I believe in the better days. Kinda stuck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Do I work hard or live at my pace? You're only young once, yeah, that's all great. But I also want a future where I'm okay. Living life. Hello, 大家好，我是 DS。今天呢，要介绍的是观众的流派判官冰霜星星。基本的运作呢，同样是 AB 招，利用冰霜星星能够在寒冰弹位置上触发的优势，产生大量的堆叠范围伤害。透过寒焰呢，获取大量的额外火焰伤害，最后使用人丑能力高的判官获得无视全元素抗性，还能顺便开个正义之火。整体的操作呢，也是走秒杀怪的节奏啊，生存什么的都是附加的。目前呢，遇到一些小问题，第一点就是 AB 招问题，这个在倒雷时呢也有讲过，不过这边稍微的好一点点。因为呢，没有在寒冰弹上触发，也只是少了范围的堆叠伤害，而不是完全没伤害。你依然呢可以从自身发出冰霜星星。第二点是关于位置的判定，不知道是设计上还是连线上的问题，同样跟风暴漩涡判定感电的问题一样，在一些有障碍物或者转角处呢，它会产生明明有打到却没有伤害的情况。连线模式改成同步呢会好一些，但我基本上呢没有去改，因为换成同步会一直加减速，很不喜欢。就是偶尔会遇到明明有打到却没有伤害的情况而已，发生的次数呢并没有到非常多。反正老 POE 玩家应该也都适应了，有这些问题就直接去斜线 OOS 要求伺服器对正吧。DPS 呢，依照范围堆叠来看，应该是上看两亿以上吧，但还是有相当多额外的因素影响，那只能算是理想值。生存方面呢，真的就挺薄弱的，不过六门还是轻轻松松啊。挑战 Uber 方面呢，就有点辛苦了，因为要大量的伤害，就要放寒冰弹去堆叠范围伤害，但 Uber 头目的场地各种障碍啊，整体输出起来会比较痛苦。有兴趣的就自己去打看看吧。我自己呢是打完了100场的 Uber 世界后呢，觉得不如打普通的，有点不知道打 Uber 的意义在哪里，顶多就是展示流派输出还是生存力吗？就蛮讨厌官方这类的改法，出了一堆东西但不给你玩。 Uber 的很多道具很吸引人，但掉落率惨不忍睹，甚至打到都要退坑了还看不到。天赋方面呢，走的算是蛮传统的法术暴击版，但因为呢需要高速释放有消耗的问题，所以他天赋上配置了比较多的魔力，减少消耗。其实遇到消耗的问题啊，都好想直接魔血腰带，这样大概可以直接省7点天赋加涂油。不过呢，是观众的流派嘛，我就不再多做修改。在心灵升华那边呢，可以放一颗辉煌的虚荣，使用以多里亚尼之名的，把心灵升华呢转变成腐化之魂。反正判官的升华点出连茧之土之后，就可以同时恢复生命以及能量护盾。巨型星团呢，主要是使用法术伤害敌的，核心目标呢，天赋是精华涌现，使法术呢能够偷取能量护盾，并且提供额外的释放速度以及伤害的增加。中型星团呢，它原本是配置单一天赋的压力点，我刚好仓库呢有压力点加放大的暴击星团，于是呢就直接换上去啦。升华呢，使用判官，因为我们有冰冷跟额外的火焰伤害，还是要拿个无视元素抗性会比较强。另外一条呢，可以配合使用连减之徒，这样开正义之火的压力呢就会相对小非常的多。如果想拿禁忌珠宝对对碰的，我是建议呢可以拿和谐肢体或者力量定罪，这两个都是直接可以拿到球啊或者内件最小球，不过台版现在大概是不太好取得啦。装备方面呢，蛮多都是自制装，武器呢它是直接买冰能法术宝石等级加一，因为这季呢有蛮多宿敌怪会喷破裂装嘛，这种倒是不太贵啦，都可以考虑买来直接丢金水啊或者混沌石来制作。重点持罪呢就是全部的法术等级加一，法术伤害释放速度，法术暴击率以及呢暴击加成，工艺持罪呢也可以打上法术伤害与非混额外混伤。
老样子呢，想要坦一点的朋友们，请你自己改拿盾牌。头盔呢，使用寒焰，这技能我也用超多次了，就是拿冰冷额外的火焰伤害，也是因为这顶头盔呢，让许多物转兵啊、纯兵系流派初期可以获得大量的额外伤害。头目呢，同样是可以被冰冻的，只是他们有最低被降低至 70% 行动速度，所以即使冰冻也会慢慢移动哦。衣服呢，使用达拉的罪行，这件衣服应该不用多说了，同样洗个二红四绿，红色插槽请你放上赋予以及冰霜星星，其他呢放绿色插槽爽吃品质加 30%， 最好就是能够在瓦格加一加二范围保持等级咯。其余装备原则也都差不多，就是血量、抗性、饰品多个减少消耗，狂怒球项链就是保持等级增加，释放速度还有暴击加成。整体要找的东西真的是蛮类似的啊，手套呢则可以拿到比较多额外的增加伤害，像是呢偷取增加伤害啊、神庙冰环手啊，还有灼烙上坠的胆雀。我呢就都把它放在伸展台给你们自己参考咯。技能方面同样参考片头摘要就可以了，他这边有稍微提到关于冰霜星星，其实呢最好还是能取得21-20瓦尔的冰霜星星，毕竟瓦尔版本是真的还蛮好用的，击中敌人时呢会重复五次，但法术都还蛮吃技能等级的，加上也没什么人玩自私版本的冰霜星星，所以呢要找到21-20瓦尔冰霜星星是相当困难的，大家应该都拿去瓦飞轮风暴吧。然后他的刺客印记呢是用手放的，其实我比较推荐串个奥数烙印来自动释放啦，那可能也是插槽不够使用了，我自己用的话应该会拔掉烈焰冲刺的秘能波动，直接单颗位移技能，然后刺客印记给他奥数烙印，个人想法啦。虽然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为了拿更高的输出，但有时候手段太多真的是有点手忙脚乱的，我个人呢是比较偏向按键少一点的稳定输出，然后呢我平常正义之火都是直接开着，打王的时候可以再开一波瓦尔正义之火，但请注意好你的生存。整体玩下来呢还是感觉比较偏向打王战啊，刷图说真的画面很爽但有点麻烦，自身呢释放的伤害又不太够，要依靠寒冰弹去范围堆叠才有比较爽的输出，这应该也算是否放流派但可以通关吧。现在大部分的冰霜星星啊还是配合冰剑比较多啦，官方之前说呢要抢救自私流派啊，但最近看下来好像也是蛮普通的，整体还是都比不上额外的触发释放，结果这版也没再增强了，反而是额外释放呢还被砍了伤害。我们下次见，拜拜。I think it's different for everyone. Some of us need work, others need fun. Some of us need purpose to overcome. But try to do what you love when it's said and done. Cause there's so many differences in each of us. Trust your gut, it can show you what you want.